家做分享哦。特别呢，也要再次感谢哦，感谢咱的诸位，咱恭祝哦，咱所有技术人员哦，提供咱这么好哇，加码的哦，加码的烤山猪、猪筒饭、烤香肠。哎，当然哦，今天我们公所准备的自助美食也非常非常的好吃，这都是市长哦跟我们公所团队特别挑选过的，健康、营养又好吃，大人小孩哦吃了都很开心哦。而且哦，更能讲是咱的贝公司啦，邀请大家嘛爱过来吃哦，过来咱明德福德宫来拜拜哦。贝公一定会保庇大家哦，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得利哦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风德大电大赚钱啦。然后，那当然舞台上呢，精彩的节目继续要来跟大家做分享。哎，这是来自我们凯飞舞蹈师的空间哦，是来自我们云家的在地团体哦。那今天是听说有大人有小朋友，全部通通都有，对不对？那通常啊，哎，在他们每一次表演的场合，都是那个现场掌声尖叫声不断啦，而且哦是非常非常精彩。所以呢，大家把你们的目光稍稍往我们舞台中间这边来集中，哎，再把你们的双手稍稍借给我们哦。哎，他们里面有上班族，有小朋友，有剧团的工作者，听说各有医生，各有老师，哇哦，非常非哎非常非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组成这么棒的一个舞团哦。在我们在跳舞的时候呢，可以感受到每一位舞者他们享受舞蹈，享受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一个感觉哦。哎，是不是借用大家最热情的掌声，欢迎来自凯飞女孩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好，一边欣赏我们精彩的表演，台下哦来享用我们最好吃的自助美食餐点哦，小朋友都很棒哦，可以把你们的掌声来借给我们。哇哦，这个是我们精彩的小朋友的表演哦，来跟大家。